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妙宏詹教授哈，电机博士，今仔来遮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啦，交换什么知识嘞？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啊，请咱说破案啦、啊，请所有的学者，哦，对英国很熟悉的学者呢，协助。向伦敦大学查询，护他的博士证书是937384，哦，那就知道真假了。这就是一个哈、哦、reverse engineering，reverse engineering， 这叫做逆向工程啊。你玩工程学上面哈、哦、讲叫哈、哦，玩工学院里头有一种叫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哈、哦，我们。已经，我们哈必须在哈这个沧海茫茫之中呢，去找寻937384是谁。但是呢，不必，我们有了937384，我们就直接问伦敦大学，937384到底是谁？嘿，一切就搞定了。Bingo， 来，给听几遍，给听几遍哦。来 ，Headline。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啊，破案啦！请对伦敦大学熟悉的学者，或是学生，或是在现在在那边读书的学生呢，协助向伦敦大学查询博士证书的编号，伦敦大学博士的证书的编号937384到底是谁？那我们。这一套叫做 reverse engineer 逆向工程、啊、我们哈学自然科学时常搞的事情哈，那我们一查就可以知道真假了。到底因为昨天的法院开庭，张晋、李振华他们直接看到张忠涵那边的律师拿出了一张有湖水印编号。然后937384的博士证书编号，哎，有了这个号码，我们就可以哈小题大做，就把整个寻找的范围缩小到937384。但是要验证937384的这个号码，哎，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我们选择了，请对英国伦敦大学有熟悉的学者。或是正在那边读书的，协助向英国伦敦大学查询937384的博士证书号码是谁？好，报告人，电机博士曾淼宏。好，那我们要查证哈，因为张忠涵这一边的律师拿出来的博士证书编号，昨天呢？我们是认为这张博士证书是2015年陈水扁遵请哈黄国进资策哈资信哎国策顾问呢帮蔡英文敲出来的这个证书嘛，但是这个证书我看了哦，左边右边都没有人签名了，没有人签名的博士证书能算数吗？但是没有办法，但是他有编号，有流水编号937384，那好了。那我们就发文哦，请比较熟悉英国那边作业的学者或是学生哈、哦，发文查询博士证书历年来的博士证书里面的937384这个号码是谁的？那答案呢只有三个，这就是我的结论。今天我的结论，答案只有三个：第一，根本没有这个编号，因为937384这个编号。因为每一个学校对他的博士证书的编码哦，都有一套思考逻辑的。人家一看，哎，937384，哎，没有这个号码，那就 bingo， 这是哈、哦、乱编的。第二个可能哈、哦、是哈、哦，哎，937384另有其人，哦啊，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呢，都蔡英文哦，当场打挂啊。第三呢，他真的就是蔡英文，那真的就是蔡英文，啊，真正哈，啊，真正，我是感觉哈，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讲结论，希望学者
对英国伦敦大学有熟悉的，发个函问伦敦大学，然后呢，请问他们93734这个博士证书的编号是谁？哦，答案只有三个：第一，没有这个编号，蔡英文，你个好小啊！哦，第二，另有其人，蔡英文，你死啊你！第三，是蔡英文。哦啊，我们哈、哦，我们希望啊，咱台湾中华民国总统，我是哈、哦、乐观其成了啊！好了好了好了，真的是。第三个答案，那我也认了啦哈。来 ，OK， 这就是我今天要所讲的破案了，破案了。93734这个博士证书编号，可以让我们很快的破案了哈。来 ，OK， 来，咱这边继续讲了。哎，昨天的开庭哈，哎，那个审判长这个法官哦，叫李小芬呐、啊，啊，有乡亲。来我的下面跟我讲，李小芬哦，是跟阿扁一样，是苦读出身的，他是相当的哈、哦，洁身自爱的，是一个非常哒哒哒哒哒讲了很多哈、哦、美丽的话语啦。啊，我感觉哈、哦、是安尼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如果李小芬确实是咱乡亲所讲的，人家是苦读出身的哈、哦，咱台湾囡啦吼，我给你拍破，我给你考试啊。詹教授吼，实在是足形象一种人哦。詹教授原来是一路哈，很辛辛苦苦拿到电机博士，所以我会非常欣赏那种哈，一波一波来，无参与那假爸出好笑哈。两年拿到1.5个博士，还真正好笑的哈。啊，所以讲哈，我大家甲咱呼吁，咱司法人员哈，请你中立，无哈。乡亲来打电话来跟我讲的，今仔日我我看吼塞车去好好诶路上，人家都打电话进来呢，就跟我建议呢，以下都是乡亲打电话跟我建议的，司法人员，请你们要保持中立，因为这样一路下去呢，改朝换代的日子哈很快就靠近了，如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里面哈，很快哦。说不定苏联要垮。昨天晚上我还跟那戈巴契夫在那边喝伏特加酒呢。今天早上，苏联就垮了，很快的。哦、所以说哈、哦，司法人员建议你们一定要保持中立，不然哈、哦、会有刑责的。哦，让我公掉一个刘叉叉哎，一个检察官刘叉叉啊，我不好意思讲是谁哈、哦。啊，咱乡亲过来讲啊，讲哦，詹教授啊。好，即马外口经济外歹呢，阮吼，阮伫台中吼要开一个自助餐店啊，自助餐店嘛，拢开袂起来，钱啊，没有人气啊，整个没有人气都开不起来了，真正够夭寿咧，真正做啥物拢做袂起来，因为没有人气啦。第三点啦，人家讲啊，国民党啊，你都不讲话，国民党你们都不讲话是不是？你们都是玩假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哈。我看你们是同一队的，啊，至于哦，咱乡亲搁特别讲了，那国民党吼、哦，这真正吼、哦，这个案，这个这么清楚的代志，啊，国民党都不玩，他是最大的反对党来，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最大的反对党哈、哦，要如何的评价哦？我们能够哈、哦，怎么样啊？所以讲吼、哦，因为国民党你的常客。啊！但是哦，我咱乡亲打电话来去讲这三人，讲这罗清德，讲罗清德，你号称哈、哦、台独的务实者啦，哦，你在这一个风雨飘摇，大家在用力查证蔡英文的真假博士的过程，而且哈、哦，真的，蔡英文那个假博士的船要沉了，大家都要跳船了，你到现在。陷入危机，我若是变到迄落款的总统，我想咱台湾人嘛是会惊过头来甲我抗议，甲伊讲对啊对啊。若有一个总统，不论伊是虾米人，若一个总统，予咱的人民爱上街头，在遮尼寒的所在徛遮尼久，这个总统应该要感到羞愧，大家讲对啊对啊。嘿吼，乡亲吼来咧导呢，导讲吼要必须向吼
台独的务实者赖清德喊话了。哎，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哦，我们哈，哦，在批判蔡英文这个假博士，他明明是个假博士嘛，你呢，连在党里面，你的民主进步党，你喊恭维都不恭，啊，真正哈，哦，这个协助犯罪、视同犯罪的一份子啊，哦。啊！你这无驾驶嘛？这真正乡亲，大家敲电话来给他导了，导讲一定爱逼出，逼赖清德哈，做出一个动作啊！啊不哈，赖清德，你这么没有驾驶，那把恁让你做总统以后，你去了以后哦，啊嘛是先生安尼，啊所以讲乌鲁木齐俄罗木齐，啊所以讲哈，赖清德，你必须要站出来哈，悄悄的、轻轻的。去询问一下蔡英文，啊，你到底是安怎？吼，哦，你嘛做一下动作诶，啊无吼，哦，真正吼，哦，像你安尼这么无架势吼，你真正选袂到。台湾真侪乡亲来咧甲我投啦，讲你真正选袂到啦，哦，因为大家看了吼，哦，真正太黑了。啊，即摆我来讲啦，咱大部分诶大派、独派，较早安尼好啊，弄国民党弄啊足出名，哦，弄啊足吼铿锵有力啦。啊，我觉得哈，我拢感觉哈，在台派、独派，他们的心中就是痛恨国民党啊，他们痛恨他们，所以说呢，只要不要让国民党当权的话，他们就送了。啊，至于哈蔡英文哈，蔡英文他是如何的哈贪污独裁，对伊拢无关系啦。哎，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哦，诶，咱台湾诶自由民主啦，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呢。台湾即马吼诶自由民主吼，已经靠蔡英文因一挂吼假博士一挂人吼，规个吼，跟咱国分啊怎咧讲呢？已经把台湾的自由民主吼带回过去五十年，退后五十年啦。较早时吼，即个。可大是金美中博啦，阿金嘛嘞，阿金嘛嘞是网军呐，1450网军呐，1450网军哦，透过网络上哦，杜绝了所有社会公正人士对执政党的批判呐，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可在台派独派，其实我给过去的那些哈台派独派的前辈，我只能跟他们讲一句话，他们不是台派。他们也不是什么独派，有什么高远的理想，他们的本名叫做吼痛恨国民党，他们应该去组一个名字叫痛恨国民党。伊对咱台湾到底自由民主，到底台湾吼有进步还是安那吼，他不在乎嘛。所以讲吼蔡英文吼，因即个我讲嘛，吼蔡英文即个是台奸加立功，啊现在开始台奸。怎样开合作台干？因为呢，咱大家是寄望伊对咱台湾做出司法改革，做出转型正义，吼、哦，咱去建议他用阿扁啊，这人刚活着，所以讲咱可以完全执政啊。结果呢，伊完全背叛着咱的意思，用1450晚金呢，透过 under table 的手段，遂行他独裁加贪污的啊，我讲伊贪污。我讲贪污吼，我是很客观的啊。我来讲你贪污，你来袂爽。我讲你听，咱小会吼，咱来批判一下。阿扁啊，迄时阵，阿扁啊，迄八当啦，迄是招小也大，我艰苦做的呢。伊个叫伊个陈定南来做陈清天来做法务部长，夭寿啊，迄根本都无可能贪污的嘛。所以讲阿扁啊，伊任内的八当。你看嘛，伊个建设，真正所有咱台湾的建设，拢伫阿扁的手里。除了讲迄蒋经国迄个十大建设啦，迄个高速公路啦，迄个高速公路是蒋经国做。啊，其他我拢阿扁啊，你看嘛，阿扁还背当啊，伊吼、哦，他根本吼就没有贪污哦，他哎，高铁、高捷、北捷，哦，这个盐山子分洪道。101哦，雪山隧道，还有哈，还有北、中、南二高，以及哈24680的横向快速道路，哎，拢伊的，谁啦？譬如讲，
人随便一个物件，估计4500亿做起来，伊2000亿做起来，夭寿啊！无大劲，一半无大劲，拦腰斩一半无大劲，佫再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吼，台湾是足好个啊，但是吼，因家吼，你看阿扁阿时阵做，被当做安尼夭寿者，吼，软体硬体，老农年金、老年年金，拢贵拢杀落去，迄个是阿扁阿时阵吼，伊无多人贪污嘛，吼啊！所以讲吼，即马踹伊门按起来，踹伊门起来就5.5%，做啥？你嘛讲一下我参考个，踹伊门你嘛做啥？有啦，有做啦。有做吼，1450万金建立了1450万金，8年8800亿，里面有6大计划，里面有2大计划是搞资信的，全部都是建立哈网金呐、啊，网金干什么？让他贪污治国了啊！所以讲吼，咱台湾人有够悲哀，咱吼国民党吞塔了以后呢，就爱去接受吼蔡英文的吞塔，以及民主进步党的吞塔，所以讲台湾人无救嘛。所以讲，我会敢讲吼。台湾吼，目前上较重要，需要建立一个吼公平正义的福利社会啦。吼，咱即马先把统独的问题、蓝绿的问题，咱先个摆一边。台湾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福利社会啊！我自去年吼去总统府头前，恁爸做工做嘛，甲请这个贾博士。说真侪司法不公的人造出来，这司法不公的人造出来，我走我踹一个呢，好夭寿啊！那钉钉塔塔人爱遐济啦，所以讲台湾需要建立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啦。哦，啊，即下即较早台派独派，大家吼只要痛恨国民党安尼来俩，啊，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啦。啊，现在用中国共产党咧搞哈。我讲完咧，你看中国，中国是没有能力武力侵略台湾的，显然，伊砍一个金门马祖了，伊都怕未起的，伊要武力侵略台湾，他在那边哈，金鸡绕东沙，台湾的西南方的东沙，他一直绕一直绕，他只是在跟世界讲啊，讲说我还活着，我还有在呼吸，我还有能力哈，干什么坏事，这样而已啊。专门咧骗啦，因为中国民族性就是骗啦。你也看嘛，那以我吼军事的军事以及科技的角度啦，你若讲到吼，小弟二的写的博士论文吼，迄真正讲了以后吼，含军中，你把遐将军全部叫出来，要听我咧讲的物件吼，阿个，因为吼，我是21世纪的，人国与国之间的作战的模式呢。啊，即马就是安尼呢，啊，人家吼，啊，所以讲也好，即马中国吼，经济要破产，现在习近平的吼，就直接吼清算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那些财团，什么马云呐，吼，马云呐、啊，马化腾啦、啊，这个腾讯 QQ 啦、啊，哦，我讲吼，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你若无钱，免哪烧钱啦，免哪烧怕啦，啊，所以讲吼，即马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在吼耀武扬威，只是在跟社会哦展示，跟世界上展示说他们还活着了，哦，啊，甚至于哦他们哦展示到吼，嘿，安倍晋三，你不能安倍晋三有哪大声话，习近平你蛮空空哦。哦，你不要误判时机哦。咱台湾哦，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唇齿相关哈、哦。日本怎样嘛？台湾也无伊，伊日本也无伊嘛。啊，所以讲吼、哦，再来吼、哦，美日安保条约搁伫遮遐，所以讲吼、哦，咱和日本的关系，日本和美国关系，迄拉了以后怎？所以讲吼、哦，依我看啦，依我吼、哦、的本职学能，我来讲。台湾目前哈，中国共产党的局势，跟那哈甲午海战的前一天呢，甲午海战要拍什么？中共那宣传干呢？好，一宣传哦，全世界哦，全世界排名第3、第4哦，全亚洲最强的海军呐、啊，哦，这个海军的造舰出事跟下水饺看这么赶快下水饺一样，但是呢，怕了要虐了要，看怎样哦，不堪一击。一推就倒啊！所以讲哦，大龙哥啊，我不懂，不要紧。电机博士
搞国防科技的，搞西货 ISR， 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弯给小帕，你们都认为我是外行，我也不会讲话。你送得喝，哈，大家互相送得喝。所以讲，看咱乡亲，中共是没有能力武力侵略台湾的，他们哎，中国国民党，今嘛上个重要的哈是中国对吧？台湾的民进党，哈，中国民进党，哦，蔡英文这挂，甚至吼威胁恐吓咱台湾人，比国民党还要犀利啊！威胁恐吓台湾人啊，安那呢？甚至于抹红我是中共的同路人，夭寿哦，真正。所以讲哦，好啦，言归正传啦，中国若要拍咱台湾，还早嘞，我讲给你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连麦克阿瑟都不敢做的。他的跳岛战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跳过台湾呐、啊？什么跳岛？因为所有的作战计划就是要打台湾，但是麦克阿瑟哈，不敢怕台湾，他跳岛战术就是跳去打 Okinawa， 他的跳岛战术跳什么岛？就是跳台湾岛哦啊！所以讲，可能要怕台湾哈，我跟你讲啊，绝对不会太简单的哦啊！所以讲。不要老是用中共会武力侵略台湾来吓我们台湾人、哦啊、所以说来医生、哦、回归正式的话题，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破案啦，请在英国的教授学者甚至在那边读书的台湾人直接发函向伦敦大学询问到底博士证书的编号937384是谁？哦，是谁？答案只有三个：第一，瘦肉精是含有风险的，那这个风险台湾人原本不需要承担。吸毒就是吸毒，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我们绝对反对瘦肉精，是零检出的，一定要零检出。阿六，这个国家要办外交。的用意就是要争取要守护人民的权益，在高达有80%的民意反对之下，仍然要来开放美国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本党坚决反对。这个瘦肉精是为了增加商业的一个利益，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食品里面，更不必要让民众来直接去承担健康的一个风险。民进党团再次重申，只有零检出，瘦肉精只有零检出。不要赔，让这个让瘦肉精让发言的真的全部赔偿掉。此一政策漠视专业，违背民意，将国民健康置于未知的风险当中。我们觉得他把我们当傻瓜，但是我们不想当傻瓜。我们台湾人不是笨蛋，全国上下一条心，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民间团体，大家团结起来，向美国人要求说，我们要跟欧洲人一样，吃到没有瘦肉精、没有荷尔蒙那种等级的牛肉。对于所有的肉品，绝对不能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立场跟态度，我们维持一贯的这个原则。国民健康不容妥协。不容妥协，玩弄民意以及玩弄国民的健康，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一点像诈骗集团哈。为了个人的政治筹码，或是过去的一个政治交易，来忽略掉国人的健康，根本没有这个号码。第二，已经有人啊，蔡英文你就穿帮了。第三，真的是蔡英文啊，我们就输了啊。所以说哈，英雄，请。海外的澳洲的咱台湾人协助向伦敦大学查证937384的博士编号、博士证书编号是谁，就可以破案啦。以上，看咱乡亲交换利息 ，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